突然间很红很红，然后已经是很多年前，要不少年了，那波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，但是再一次的告诉了我，只有好的作品才会让别人记住，而不是说在网上什么搞笑啊，拍那些很无聊的视频的，像我之前拍的那些。但是只有好的音乐作品才能够让观众记住我，所以今天晚上把这首歌带来这里送给大家，送给大家，只是太爱你。谢谢大家。